这样，我给各位变杯餐后饮料，橙汁儿，我像这样倒进去，我晃动一下，它会变出一杯冰红茶。好，尝尝看是不是真的红茶。好，你想喝什么？我喝西瓜汁吧。西瓜汁，嗯，好，西瓜汁。哇，哎，它会变成一杯西瓜汁，尝尝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也有点渴，因为我平时呢比较喜欢喝橙汁。哎，橙汁，西瓜汁，好，橙汁，干杯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杯，你们想喝什么？好吧，加奶茶，加珍珠，加珍珠，当然要珍珠、啊、珍珠奶茶、哦、我试一下吧。好，我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我操，哇，不容易。珍珠奶瓶子有问题吧？瓶子有问题啊！冰箱里有东西，有问题啊！瓶子给我们下吧，有机关啊、哦！好，这样吧，这样，这样，好。那么你们都觉得有机关？其实我第一次看这个魔术的时候呢，我也觉得瓶子里是有机关，但是天哪，你发现。哇哇哇